书才是我的血的文化。真正你使我活到战场上，我本身就得有这样的本事。你真遇到歹徒，你也不干了。男人呢，就有这样的血性，遇到事儿的时候，你就能当得起来。得有一个知者为武，得有一个人能止暴，就得有这样的能力。我不打你是格局，打你是本事。所以说，一定得练。男人不练这玩意儿，能不能活？